袖剑上的锈迹竟被磨灭了。若有足够此物，说不定神秘袖剑便能恢复曾经模样。便能直接跨入七阶后期境界。走。怎么回事？给我滚！不会吧，这时候出现模拟体，必须先灭掉这模拟体，借此突破七阶后期，再去抵挡袖剑中的阴冷之力。使用神兵，而且剑意也变得截然不同了。该死，必须想办法解决对方。这模拟体居然还会施展珍宝。血脉之力，这还是模拟体？模拟体居然会发愣，好机会！哼，以为就你有血脉了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天剑血脉！哼，这是天剑血脉。月光身体，刚才这模拟体怎么好像说话了？还有抵挡之力。